呀，我呀。哎呦，辣断了。中国一名两岁男孩展现了他的羽球天赋。据拍摄的邻居所说，他在一岁左右就开始打羽球，虽然没能经过正规训练，却总是与爸爸打得不相上下，甚至还毫不费力的杀球让爸爸接都接不住。那方面好，我呀。哎呦，辣断了。咦，那方面好，我呀，我呀。在睡觉。哎呦，辣断了。咦。哦，加速。八六度。好一个人不当，当一个疯子，消了。你在笑？好一个人不当，当一个疯子，消了。你在笑？还调音？没有吃药哟。
要不要多？哎，你国小几年级？6年级。看几岁开始练的？11岁。几岁就开始玩？他差不多3年级吧。3年级啊？4年级。哇塞，11岁开始练，那你以后要不要来这边报名比赛？再看看吧。看啊，那他在这里看那么多人，他不会太……对啊。住哪里？住中立。哦，中立哦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脚踢高一点，脚踢高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！哦。这个真的，这国小真的很强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没有，没有，加油，好不好？继续努力，以后连进黄子谦嘛？哎，他要认识你耶！哎，很强哦，三等的专家，年纪最大的跟年纪最小的、啊，这今天是怎样啊？赛外赛事是今天的焦点。加油，稳住啊！哎，怎么？哎，王浩，我突然，你要不要多？